有点冤枉。还大千世界千奇百怪，不怪不怪。什么也怪，少年自有少年心，哪有少年怀抛弃的亲的道理啊？哥，老爷，你听我说，这位年轻壮壮是他的，他说是他的，然后这位老妇人是为了李二不走。办事不花银子的道理，哪有办事不花银子的道理？来吧，老爷，三点。李二不，你如此招来，你如何管好那珍贵的地方？竟敢呼唤起你老丈人的名讳啊！你竟敢呼唤起你老丈人的名讳啊！那老夫人难道不是你的老丈母吗？那老夫人难道不是你的老丈母娘吗？奇哉怪哉！我今天想生个儿子，奇哉怪哉，老骨头上长出来了两个蛋。是个才是个不识才，别老爷，这位年轻的才是个不识才。这位老夫人是媒婆介绍给他，怎么干了爷？这位老夫人是王媒婆介绍给那珍贵的老伴。老爷，你别在那假扮的姑娘。老爷，你明白什么？他们把你给哄了。老爷将哄了变成了拢了。哄了是在我们青海方言都是骗了的意思。什么老爷来了啊？麻烦你们是肯定啊，不然他看起来挺复杂的嘛。哎，师爷，这案子听看起来挺复杂的，我要下去好好审一审。那珍贵，老爷。那珍贵。王媒婆倒是给你寄生的哪一位呀？王媒婆倒是给你介绍的是哪一位？漂亮的，好看的。哎，老爷，你看这位漂亮的，好看的。老牛吃嫩草。老牛吃嫩草。还不怕把你的牙给磕了？本老爷要好好问一问。阿姑，阿姑，你的鞋上的刀子是哪一位啊？你的鞋上的刀子是哪一位啊？阿姑，阿姑，你的心上人到底是哪一位？你快先说。你的心上人到底是哪一位？你快点说，你说的慢了，我就拿一起推给色眯眯的那身背老汉啊。还有阿姑选了一位年轻的。郎才女貌真是好看啊！郎才女貌真是好看啊！真的。阿姑，阿姑，你叫不啥名字啊？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哦，这名字叫那不错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老爷，他不叫那不错，他叫秋秋啊。老爷，他不叫那不错，他叫秋秋。我的秋秋。悄悄是我们青海方言闭嘴的意思啊。老爷说让那声贵悄悄，让那声贵闭嘴啊。这会哦，出嫁的时候都有啊，正好是出嫁的年龄啊，十八了呀，十七十八真般配啊，十七十八真是般配，天赐的一对，地造的一双，好好生活是吧？齐老爷，真个烂死的了，哎，齐老爷，老爷，谁呀？不的，老爷，他说老爷走了啊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你叫个啥名字啊？叫什么名字？啥？老夫人叫巧巧。那就过过来，老爷，那就过过来。你看，这就不是你的巧巧吗？你看，这不就是你的巧巧吗？老夫人，老爷，今年多大年纪了？老爷问老夫人今年多大年纪啊？老夫人五十了。老爷。你青春多少吗？老爷问那珍贵，你青春多少来了？我自以为。六十。他说我刚六十。不是六十，陪孩子扎实。你两个给他去吧。五十六十都扎实。我一士兵说今天是公主选婿的大喜日子。把他们的妻子挽救了，陪他。有你干吗？你要什么呀？然后我们在这边站了半天都没喊个冤枉。出去！